五啊，甚至更六十七级别。对，哎，你看，哦，很灵活，好多防上也是非常的匀称。对，啊，不错啊，你看明显的差不多都是，好多。哦，转圈，漂亮，第二次用了。郝光华确实是这个身体的协调性不错啊，哎呦，哎呦，你看这后手，哦，压得很。我们看两个选手啊，这身体维度，郝光华是稍好。哦，漂亮，哦，一个腾空的动作啊。哎呦，这是一个动作。哎呦，博洋这名选手，我估计到现在还没缓过来啊，哦，转身腿。刚刚那个腿到底是高扫？我估计他现在是最后一局第三局。大家好，老师从业中医男科三十余年，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通过中药调理重回男性雄风。如果你也存在房事时间短、勃起无力、硬度差、中途疲软、肾虚、前列腺炎等问题，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574993200，纯中药，一人一方，治根治本，帮助你持续坚挺20至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彻底告别快男软男。记住微信574993200。而两个人也确实没有太多的这种换更多的拳法啊，相对来说打中远的话，两人都更安全吧。对。